天给媳妇个惊喜。看看老公今天又整什么幺蛾子。哦，这下大排骨就是我的了。看着汤圆也不错，先来一个。最后在你喜欢吃的鸡蛋里加点料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媳妇吃饭，媳妇。今天吃啥又够上了？哎，你这也不整点肉啊？肉，这不有鸡蛋吗？啊，行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么大个，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你自己选择，可别后悔啊！这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我吃这个。等会儿指不定谁后悔呢。快快，是你盆里的碗，选的。汤圆啊，看你高兴的。大盆里的大骨头，待会儿馋死你。怎么，媳妇儿？你还不吃？别后悔啊！我炸！你说把我扔哪里？大哥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懵了？